哎，你说这个人心里是不是都有个游牧民族的灵魂呢？我的电子邮件，我到现在还在用的一个那个电子邮件的名字就是那个 Nomad， 我很早去注册的。就是我刚刚就你刚刚说那种你最早那种很不舒服的这个旅行，跟后来那种很舒适的，其实你记忆当中更深刻的是哪一个？可能应该是那个不舒服的，是为什么？我也在想这个事情，就是我更年我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是会很喜欢到外面去啊，就我这几年在反思我为什么喜欢那些东西，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那种不舒服，就是说你投入到一个哪怕你学的是那种语言哈，你到了那边那个文化那个语言对你来说是有一点挑战的，其实不是你最舒适的状态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，我还说哎呀，第一次看到一个看起来那么容易的文字，因为可能去中东或者去伊朗去那些地方就更难一些嘛，你会觉得，我说为什么人会喜欢这种不舒服。后来我有一次看一个人就讲音乐的时候，他讲在日本有一个很传奇的那个吉他手叫那个吴满彻，他写的那些谱子，他说他最在意就是在日本文化当中有个叫 inconvenience， 是有意识的这个不舒服。比如说他故意把那个曲子写的特别难，比如说你弹吉他他不能用大拇指，他跳不上去的，他写那么难就逼着这个人要用一个特别的方法，想我怎么能把大拇指给弄上去呢。然后就后来的人想改他的谱子都很难改，到最后他们想方设法做到了以后，回过头来想，哦，他那个谱子写的是最对的最好的，恰恰是由于他给你设置了这种叫刻意的不舒服，激发起了你这种一种潜能，我能够把我自己的潜力给发挥出来。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刚开始我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就是一种什么状态，就是像一个卫星的接收器啪全打开了，就是所有陌生的东西你都张开了，你就可以去接收那些新鲜的这个信息，这时候你自己的那种潜能可能是发挥到最大。所以最它不是那个不舒服让你留恋，而是不舒服激发起你自己的跟你庸常的生活不一样的潜能，这个东西让你很迷恋，我觉得都会上瘾。你都去过哪些地方？就是在我那个时候，我们如果想去看世界哈，基本上我得想我要去哪一个大机构工作，就是选择非常少，你一定是一个国家级的大机构，不然你哪有钱哪有签证的问题，对吧？怎么去解决？那么到你这块的时候呢，你们八十年代以后的人，就是一个是签证有了更多的这个便利，二一个就是各种其他的这个杂志也出来了，你给杂志写它相对来说就更灵活，从时间从各个方面，还有你就很多人自己也去看，他进入到那些建筑里面，就是中东的那种建筑里面，从那些菱形的窗子里面射进来的这个阳光，他在那边感受到的异域的这种风情的这个东西，我就觉得特别，就心里面就特别的相通，就是那种你可以把自己完全放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，那种感觉就被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、陌生的气味、陌生的光线包围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旅人可能在路上最追求的那种东西。对，而且还没有游客化。对对对对，这个特别重要。不是我们现在平常说的那种旅游。我看到过就有一句话，就是说世界观的匮乏是由于地理知识的匮乏。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，就是你如何能建立起一套你的你看世界的观念，实际上你说的这个抵达，你要了解地理观念是什么，不是一个什么斯坦，就是一个空的一个地图上的观念，而是真的你走过去知道，哦，这是在高原还是在平原，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你建立起他们的地理观念以后，你其实某种意义上你对它是平视的，不会再用一种或高或低的不准确的观念来看它，因为你就知道它所有的任何的生活方式也好，价值观也好，都是由于它的地理人文所决定的。人情练达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哎，义军，你觉得你在这方面怎么样？我最近看了一个，就是一个人是那个 FBI 专门讲人家解救人质的谈判专家。哦，我发现他讲的好多东西，其实可以用于社交，也可以用于谈判，用于各种事儿。因为他说我们忘了，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谈判。我们很多时候，你给人打一电话，你说我5点钟见，但你不想5点钟，我要去6点钟。那就是在谈判，然后或者说我把车停这儿停那儿，或者是多少钱，其实我们每天都要做7、8次谈判。他就说，所以谈判很重要，你要有这个心态。那他说怎么谈呢？我跟这人说话的时候，他说第一，你呢，就是他有几个就是这个三板斧哈。第一个他就说，
这个人说什么，你重复一遍他说的话，就要让他不露声色的。哎，你比如说你要说，你说，我想买房子，你说您要买房子，我不买别的房子啊，我就要那最好的。哦，你要最好的，哦，然后就三句话以后，他就开始他要跟你说话了，他就一定想跟你说话。然后呢，你再根据这三句话，你就开始抓住他的特点。哦，知道他到底要什么。哎，他不是说我要买最好的房子，比如说，哦，那您一定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。哎，就举了，就把他的这些东西，你先是重复，然后呢，概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概括，他就顺着你这个就下去了。就这个很有意思。为什么人会喜欢要凡尔赛？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，但我猜啊，因为你人类的很多行为，你都可以从奖赏机制来解释嘛。就是说会不会这个东西会对一个人形成一个奖赏机制，我才这么做。就说人家就是比方说，人家说一个人为什么会他会喜欢长得漂亮的人，因为那个人的美貌对你是奖赏，或者你会喜欢对你有帮助的人，因为他的帮助对你是奖赏。那么会不会就是说凡尔赛的人他就知道我会收获很多艳羡的目光，我会收获大家虽然嫉妒恨，但是别人会啊就那一下。这就是我老想，为什么有的人他去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说他买了那种跑车什么到街上开，或者把那个车刷成很炫的样子，就很炫的那种那个颜色的啊开。我老想他坐在车里又看不见，但是他脑子里闪过的都是一路上大家张大了嘴的那种艳羡，那种回头率，会不会觉得他觉得一凡尔赛就是收获这样的奖赏？啊，就说人需要这个。我觉得不要说别人，我们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，我觉得都逃不开什么呢，最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就是被看见被关怀，都逃不开。说的再溜着墙根走，再什么淡泊名利，其实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是想被看见被别人。为什么凡尔赛带着优越呢？我还希望你们关怀我一下呢，就别人投射过来一些这样的目光。我最近就被人家叫去说跟一些就是青年朋友们，你有什么建议啊聊聊。我就说我对青年人没有任何建议，我都有点跟不上。我说但是我可能说一点我自己的感受，我就说我想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就是那些大词儿跟你们没有关系，就那些很那什么焦虑啊内卷。我说焦虑对我来说，焦虑的反义词是什么？是具体。你说你为一件事情焦虑，比如说一个人说，哎呀，我很担心，我很焦虑我父母对我的什么教育，或者说对我的前途的考量。那我说，那你说个具体的，你说教育让你很焦虑，那么你到底是什么呢？你说的是你考大学，好，那你考哪个大学呢？你考哪个专业呢？你要考这个专业，那么你需要为他做出什么呢？你怎么准备你自己呢？哪几个学校你去研究这个事儿吧。你一说到具体，其实你就不会很焦虑，一说到具体你就知道方法路径行不行。那个焦虑是一个非常虚幻的情绪，你为什么把自己投入到焦虑？就是说不清楚的各种各样的，就说不清楚那些具体的问题，你就是要感到不安。对，这才叫焦虑。你就是要突破那个迷雾啊。你说具体的路径怎么走，你脚踩到那个具体的路径上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，就没有这个焦虑。每个人的父母都是不一样的。还有一种也可能是个阶段性的，我们小时候肯定也对父母有很多的反抗。我就记得一个特，你刚一说完我特可笑的事情，我小时候给那个童话大王郑渊洁写信，就说我妈打我会干这种事，就你会抱怨父母，这是一个很日常的事儿。但是慢慢你长大了，可能这个阶段会不一样嘛，而且人会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叛逆。比如我小时候叛逆就是我到北京来上学，我选大学全选的北京，我不在上海待着了，就这种想远远离开这种冲动一定是有的。但你到某一个时候又会回归等等。我你说到这个父子，我有个朋友，就是他那时候就他要生孩子了嘛，就他老婆要生孩子，他就特别恐惧。他说哎呦千万别生一儿子，因为他老觉得父子之间的这个冲突会非常的大。对，就是父女或者母女母子都没那么大冲突，一想到要生一儿子他就会特别紧张。还好他后来生了个女儿，但是就是说他会预见到有这两代人有冲突。